good friend。所以林志颖到底有没有开着跑车驾驶你去？有啦，有坐过啦，就是很多朋友一起。他明明他那不是双门跑车吗？请问很多朋友是要怎么挤进去？坐在车顶，拖在后头，没有啦，就没有坐过啦。所以到底你们俩有没有交往？没有。真的？林志颖跟陈若仪相识于某个赛车场，当时的陈若仪是台湾小有名气的模特，后来在嫁给了林志颖之后，则是安心在家为林志颖带孩子，当起了全职太太。然而在《婆婆和妈妈》这档综艺节目播出之后，林志颖跟陈若仪婚后的感情生活就浮现在大家眼前。不过陈若仪因为长相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热议，毕竟两人在颜值上确实有着不少的差距。然而在网友爆出一段2007年陈若仪的画面后，网友这才明白了林志颖会对她心动的原因啊。陈若仪的绯闻男友是林志颖，没有啊，就好朋友，这绯闻乱传。可是他不是开了一家新餐厅是为了你吗？不是，我那时候是帮忙。那时候的陈若仪身材非常的苗条，而且颜值也是相当清新脱俗，真是美到绝了。这叫大九岁的林。